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森。今天我们要来上 Subnautica 深海迷航。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坚。今天我们来跟阿谦两个人继续在这座充满水水的星球上面度过我们的第十天，嘿，又来到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五的倍数，嘿，听到这个五的倍数是不是觉得有点害怕？哈，阿森，你是要完结了是不是？没有啦，我们距离完结还有好长好长好长的一条路要走。我们今天呢，两个人要来把我们的基地盖在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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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底下，盖在我们的深海的大缝里旁边。海绵宝宝。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大家喜欢 Subnautica 深海迷航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在上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说到，要是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的新的基地取个名字，嘿，就是我们要盖在我们的失落之河 Lost River 的新的基地的那个名字啊。我们从底下的留言来挑了几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名字哦，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引起我的注意啊，我们的一号基地啊，不是叫做迷迷冒冒号吗？对不对？然后呢，我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跟我们的迷迷冒冒号蛮适合凑成一对的，它叫做狗狗旺旺号，狗狗旺旺。我们这样子有咪咪妈妈还有狗狗旺旺，听起来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咧，老实跟大家说，上一集到这集之间啊，我有偷偷给他玩个5分钟这个样子，没有很久，大概就5分钟。那我为什么玩这5分钟呢？是因为我把我们家的海虾号啊，还有我们家的猫咪鸡腿号跟科技屁屁号都充饱电了，然后我还稍微把我们家的这个你过来，我还稍微把我们家的这个热的爱哦烫烫烫，把这个热能移下面一点点，因为我发现移在上面啊，它的温度大概就是落在30-40度。我觉得没有很热，但是我移到下面来之后呢，这里的温度来到了60几度。我觉得这样子效率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嘞，啊，好像我们进来这里呢，你会注意到正上方它提升的速度稍微快一些些了。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比较好的，虽然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能源是要做什么。然后，哎，今天呢，我们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到那个金先生那个地方，金船长，不是金船长，是金长官啦。我已经叫错几次了，来，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信标好了。这里的信标一开始都是关闭的，来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给打开好了。逃生舱重要，海鹅号重要，虾虾号重要，信标家里的信标跟失落之后的信标重要，阿谦不重要，重要，好重要。我们来回答一下，上集底下爸爸们回复给我的留言。上集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求救说。可爱，跟大家求救，我在玩这个娃娃，跟大家求救说，那个为什么我们的东西都长不大？哎，那是因为呢，很多爸爸都告诉我说，阿森，你种下去的嘞，已经是生长好的，你要去种它的种子啊，你怎么那么笨？哦，对不起，我怎么知道？真的好笨哦，看起来就像种子哦，小小一个，我就来喝个咖啡抽抽鸡啦。然后嘞，上一集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我的饥饿度都没有在掉吗？那是因为啊，我在回来的途中吃了一块那个素食。那个素食食物这个样子，所以我肚子撑得非常非常的撑。不过这里还有一颗凝胶球，我先要说我们家没有了，还有一颗啊，还有一颗，好大颗哦，外星人粪便。不是啦，下面啦。我看到了啦，凝胶球。好，我们把它种下去好了。所以我要怎么踩到它种？拿刀啦，是吗？好笨，是吗？不是啦，等一下我试试看。我靠近它就是说，哦，左键拿起来，右键有了。谁知道啊？看起来有个像种子的啦！哦，这才是啦！你看，好，真的。那我们今天就把它砍烂哦，一个可以砍成3个，然后用这种方式不停的繁殖它，然后这个还在慢慢的长大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回答的问题都回答完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那个了？是不是要去那个失落之河那个地方啊？走，我们去失落啊！我们先把一些东西带一带，之后我们再来前往那里，好了，好不好？不然进到那里之后，发现我们都没有可以做基地的材料，不就糟糕了？我身上带太多咖啡了，先来把那些东西收起来哦。我们是不是身上现在有24杯咖啡？太多了，现在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收起来。我们好像需要大量的钛，对不对？我们需要大量的钛。然后上集底下的留言啊，有爸爸告诉我们说，在失落之河附近啊，其实还有一个那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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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那个
阿罗拉号的残骸，这样我们可以去稍微探索一下下。所以我们今天先稍微探索一下附近，之后再潜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好不好？好，那铜矿石我也带一些，最主要的是钛啦。我们去拿一点钛好了，好不好？我们去拿一点钛，现在好像要晚上了。去稍微拿一点点钛之后，我们再出发，不然我们到深海底下，深海的钛其实不太多。我们到深海底下要是没有钛，可以让我们做那个舱门的话，就糟糕了。所以先采个钛，而且一个人至少带五个吧，好不好？一个人至少带，我已经带八个在身上了。好，那应该够。那我们出发喽！耶、yeah ！你的五个加我两个，刚好有十个，有没有达标？出发！八个啦，你的。你八个哦，你八个，我两个，十个达标。然后我看看他需要做什么东西啊、他做房间需要六个，然后他做舱门需要几个？我先确认一下，不要到那边之后发现我们进不去，糟糕了。做舱门在哪里？太久没做舱门，舱门的话需要两个哦，他需要一个石英，我们缺一个石英就够了，缺一个石英，一个石英。家里是不是没有石英了？有，你怎么这样子？我怎么知道？我以为没有石英，有一块石英。好啦，这样应该够了。然后钻石这些东西我就先不带了，好不好？好，出发喽，阿谦，我们先来去个斯洛兹河附近好了。来看我们的信标，这个超好用哎、欸！等一下，我要再带一个信标在身上。我今天再把另外一个信标放上去。其实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其实不叫做斯洛兹河啦，那个地方应该叫做。什么什么泡泡球，深层泡泡球，我们就取名它叫做深层泡泡球好了哈，因为它有很多那个，有很多会深层海洋水，对，不是深层海洋水，那里面是不是105度？我看看，105度 C 的深层海洋水。好，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你升级成 MK3 了吗？升级了。好，那我们应该都可以到900公尺了。来 ，Go！ 我不知道它到底要盖在900吧。我不知道哎、欸，我们也许可以盖更深啊！我不知道了，我们过去看看呗，没去过、哦。我好喜欢这种探险的感觉，你知道《深海迷航》这款游戏有个魅力，它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就只是一般的生存，可是慢慢的，你到了这种中段的时候，就觉得哇哦，好深，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我们在往很深，什么声音啦？哎呦！你不要突然回头，你吓到我了啦！不是，你有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吗？你有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吗？当作没有，是不是？然后下面你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表层的泡泡球区。那我们等等要进到那个深层的飘飘球区，我们叫它飘飘球好了。泡泡球听起来挺可爱，飘飘球听起来更可爱，因为它会飘。好，那我们就前往斯洛兹河，然后看一下爸爸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说附近。吓死我了！他说附近有那个，附近还有更大的残骸，叫我们去附近晃晃，然后仔细看个清楚。那我们就到斯洛兹河附近。我想把那个 tape 的那个打开，等我一下下哦，把那个金先生的地方打开。干嘛啦？突然停车，我差点撞上你。你可不可以走路看路啊？你是不是那个？这就是晚上不开那个大灯，然后在那边开车。还快，我哪有急刹？我已经刹车了至少十年了，好吧？十年前就已经刹车了。好，我们慢慢的到。我听到那个，那什么声音？有那么多奇怪的声音，我耳朵闭起来了。我听到螃蟹的声音。好，我们到斯洛兹河了，然后上面那边有些素材，我们之后都可以采它。他说是在斯洛兹河跟金船长附近，叫我们好好看。然后他说没有很深，大概在100多米，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往上面一点点呢？这真的是没有爸爸们的教学，我们真的是找不到这些东西哎。这里300，对啊，这里300，你要在上面那什么？等一下！救命！救命！跑！他蓝的好大一只啊！等一下，他在后面，他在撞我！等一下！我在跑！没事！啊！好酷啊！快逃！他在追你！真的、啊？你是不是在追我？我什么都没看到哎，我以为他在睡觉。好，没有，你来我这。哈哈哈哈哈！是虾尾啊！蓝龙？什么蓝龙啊？看起来像是利维坦哎。它蓝色的龙啊，你要不要去找它、啊？我不要，你来了没？我来了。OK， 就我们照着爸爸们说的说法好了。他说
他说我的心脏，他说金船长这里往下，我看到你了。好，我们沿着，我看到你，不要撞到我，沿着这里下去好了。到底在哪？电话都不会说了。到底在哪？我们沿着这个一路开过去好了。金船长在那里，也许他是说在金船长附近，这里比较上升一些些啦。我们还是到比较浅一点的地方好了。还说什么要基地要盖在900米峰了？我还是想试试看嘛，还是想试试看嘛。你要跟利维坦住在一起啊？可以吗？我可以跟利维坦住在一起吗？这里有个超巨型拱门哎、欸！干嘛？是这一座吗？走失了吗？你人在哪？哎、欸，我怎么是我这一座吗？你人在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我在你后面呢。我好像 bug 了嘞，我什么东西都没看到。我重登一下下好了，你确定你眼前有东西吗？有啊有啊，很大一个白白的呢。你确定？好，那我重登了哦。现在是连那个连建筑物都会消失。哎、欸，这个系列真的是玩越久 bug 越多哎、欸，好恐怖哦。他刚刚说那个啦，刚刚艾伦子有说下面好像是有什么巨大生物移动的那个，我们等一下要不要也探索一下下？啊？他说有巨型的什么植看植物受损的状态，就是有看到那个东西。哦、啊，有哎、欸，真的有、哦！等一下，我刚刚是瞎了，我刚刚是瞎了。你为什么蒙蔽了双眼？我不知道，好可怕，好大一个哦。哎，我们稍微搜索一下这附近好了啊。那位爸爸说这附近有很多很多很多蓝图，哎、欸，亏我们这样可以找得到。然后我的那个信包又通通跑掉了啦，然后颜色也跑掉了，特雅，我来把颜色稍微调整一下下，你稍微搜一下下，然后我来调整一下这些颜色。金船长打开，然后是独眼巨人右耳夹是什么？右耳夹是啥？好。搜寻，把这附近有用的东西通通扫回家。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把独眼巨冲击炮？百家号冲击炮。哇、哦，你找到好多东西哦！我也找到一个，这啥 ？PDA。里面这什么？哦，找过了。还有吗？好笨。这个是不是可以进去啊？感觉可以进去哎。所有电源系统已完成，都给你。哎，我找到一个东西，这啥？独眼巨人号船体。核能反应炉，哎、欸，超多东西哎、欸！哎、欸，我们要扫三个船体，我又找到一个核能反应炉。好，多余的碎片，一株草。好，你注意看看旁边的那个一些小碎块，他们有可能是独眼巨人号的碎片。这个是吗？好。哦，难怪这个也是，难怪我们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它很像旁边那个残骸。我们尽快可以把独眼巨人号做出来嘞、欸。那个爸爸，谢谢你。不管是谁留言的，这又是一个吧？嗯、又是一个。阿杰，独眼巨人号 ，Gato， 问世了吗？问世、欸，问世。还有吗？还有吗？再扫一下，这附近好多好有用的东西哦。好，哎呦，中了好多鱼。这啥？我看到一个很像冲击炮的鬼东西，这个是那个海峡号冲击炮手手。扫起来，有了。完全都是高阶的东西哎、欸，然后哎、欸，我真的觉得这游戏有一点点那么变态。你知道它变态的地方在哪里吗？变态的地方在于这个海这么大，然后你要在这个海里面找到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解锁这些。不然你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不查攻略，你就会在水里面闲晃。真的、欸，一直泡水。对啊，一直泡水，然后想办法找到这些东西。哎、欸，这可以进去哎、欸，我进去看看喽。好，应该开不进去，我游进去。我先换个气，再进去找。好，我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哦，一些比较进阶的素材。这里破破旧旧的，你帮我眼睛睁大一点点，也许会漏掉些什么东西。好像没有，这里可以游上去。这里歪歪的，我头要歪歪的玩游戏了。这里有 PDA， 看一下它的 PDA， 阿特拉救济品小册，慈善是啪啦啪啦，这是一艘慈善船。这里可以切、啊、我看到可以切的地方了。好，我稍微切它一下，我拿切割器切割中、我发现我切割器重登完之后，它的那个还有那个电量，对，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必须一定要合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会遮蔽我的双眼，有些东西会遮蔽你的双眼，所以我们两个人如果看到什么东西的话要大喊好吗？一定要大喊，没问题。就像刚刚那样，我看到一个那么大的建筑物。对，我居然啥都没看到。
独眼巨人号护盾发射器，然后这有啥？海虾号动力铠甲碎片，哦，这也是海虾号。好，还有什么可以扫吗？应该是东西都被我们拿走了。我觉得今天这一趟已经足了。今天这趟已经煮了，如果有缺什么的话，我们再去找，好吗？我们再去找。好，原路折返，原路折返。那这是我的船，这才是你的，我的在下面。好，然后他刚刚说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哦，那里有一只 rapper， 不是 rapper 是一种 rap， 是 whopper。然后他说什么？我刚刚经过哦，经过这个拱门，我刚刚经过这个拱门的时候，他说下面有东西有移动的痕迹的感觉。哦，这是一条路哎。你看，它就这样子，好大的拱门哦！它是这样子冒出来的。好，我们往里面去看看好了，好不好？这还是这是个陷阱，你进去之后，那个山会关起来，太可怕了吧？他说这是有一个什么巨型，代表有什么巨型东西移动过的痕迹。这个有扫过吗？这个是什么植物啊？没看过的植物。对啊，加布之语，是什么 ？Gap， Gap 听起来很像什么？什么原始著名的外星生物种子？哦，它是种子，它是种子，它是种子。我们要不要砍啊？哎，砍啊！物品蓝已满。我砍了。好，你砍了。哦，好多咖啡哦，喝一下，喝一下咖啡哦。哦，好爽哦，不到全满。好，你砍了吗？砍了，我砍了两颗。那一颗就好，一颗就好。你带着，我们留着它好了。走，继续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它是一路一直往下，它是外星人的通道，是不是啊？外星人通道哪会做这样啊？外星人不用通道，好不好？不用通道吗？好像可以再往外星人的基地哎，不是基地，有外星人的建筑哎，它会发光哎，挤得进去吗？慢慢来哦。哎，外星人的建筑，哎呀，这里有他们的基地哎，他们怎么会盖在这里？外星人的基地哎，下流，好酷哦。然后为什么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个建筑，我怎么下船东西都没了？哇，里面它可以直接进来哎，它是没有挡，这是啥？哦，绿绿的，哇，扫它，哎，这很像那个哎，这很像那个，它叫做什么？离子晶体，这很像那个我们之前去那个炮塔的那个地方，离子晶体。捡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捡起来，红除草，离子晶体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离子晶体？啊、贝壳鱼，我捡到一个了，你捡到一个了吗？我把它捡起来，这很像我们之前去炮塔的那个地方找到的那个东西耶。它可以都可以捡吗？我捡两个。这是什么？自行扫描。我要按喽。啊！避难所阿尔法，外星避难所，外星人要避难。发现这个资料的前厅已被确定是某种形式的外星圣地。天花板固定装置，天花板有固定哦，天花板上面那个东西会发光的那个东西啊、散发着奇奇怪怪的绿光。他们同时可以调节周围水的 pH 值，并发出低声波，可能是某种想维持某种理想的条件，但他们可能是单纯的仪式性作用，甚至是娱乐性。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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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还需要评估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捡起来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他们的能源之类的那种感觉吗？好像是耶，这可以剪吗？这可以剪吗？哎，等一下，我靠近的时候，我的枪会整个发绿光哎！对，绿光照顶，真的是绿光照顶哎！好，我们捡到了这个离子晶体，我们之后带回去看看它可以做成什么样子啊的东西。好了，走，我们继续出发，往回走啊！所以这里也许是外星人出去的通道啦，他们钻出来的，对不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避难所嘛。嗯，然后这种草槽可以。这种草槽可以那个吗？这种草槽可以砍吗？我现在都想斜木槽，我现在都想带一点东西回去，很想种啊！什么都带一点，什么都带一点。然后这里过来是死路，它真的就是一个坑哎、欸。对，对啊，一个很深的坑。哎，他怎么找到这个地方？也没有太深，它就是一个。他是自己挖的吗？我觉得这里就是他们出去的通道，也许这里是他们的车库，有没有可能？也许这里是船过来这边，然后从这个车库里面出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的东西都探索完了，对不对？走，我们前往失落之河。现在有那个，哦，有声，对，那个声音好大，哎，有大只跟小只的，不知道这种东西杀不杀得死，感觉就可以杀得死。好，我们往深深的海底下前进喽，往深深的海底下前进了。然后希望我们不会挂掉，我喝个咖啡压压惊，好不好？
希望我们不会挂掉。对，希望我们不会挂掉。我下潜咯，然后这里有那个热能的碎片，我们暂时应该是不需要了。我下潜下来的，接下来的往前面走，往前面走。看你啊，我不知道啊。还好，这里好危险哦，好深哦，这里超深。怪怪，我们现在可以到900，不用怕，我们现在可以到900，我们就一路往前开好了。我们就一路往前开，要不要贴稍微海底下一点点啊？因为要不要稍微贴一下、啊？哎、欸，这里50度哎、欸！哎，左前方有那个脑膜。好，我们往右前方前进。啊，那是右前方啦、啊、你白痴啊！哎、欸，没有，左右各一只，左右各一只。哎、欸，这里有那个废弃基地，这里有废弃基地。哦，有一只。啊，我们先把我们的船停好，哇，停在哪里啊？停在这，阿仙你进来，我不觉得他们进得来、哦，你进来哦。哦，我在跑，进得来吗？我这里，这里有一个避难所，慢慢进来。挤进来，好，停好了，我要出来了。脑膜炎，哇！我在看着，小心啊，在你后面、啊。我知道，我们可以游进去。入口在哪？这里。你游过来了吗？你游过来，又过来，又过来，来了。废弃基地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看一下下哦，这里这桌子是不是显示又有 bug 了？啊、哦，哎，他把我灯关了。再打开。这里好像没东西呢。哇，好大只啊！哦，它是螃蟹，我可以扫它。它叫蟹鱿，它是螃蟹鱿鱼。我在扫它。啊，你先扫。它想咬我。我在扫它，扫到了。这什么东西啊？有一个东西在外面呢，仪器的 PDA， 这是不是有点错位啊？这是不是有点哦？上面这边还有一个入口哎、啊。我的电灯坏了。大型水族箱，我在扫水族箱，扫到水族箱了。是。这里还有东西吗？好像没东西哦。这里可以游下去，游下去看看好了。这里有一个先驱者水哦，橘色的阿倩。我拿到橘色的，他刚橘的。哼，还有东西吗？好像，哎，这边有个未知生物的卵，拿到了。它长得肥肥的。你在外面看过。好，你就，哎，好大只哦。好，我们游上去好了。这里还可以走吗？这里走不了。对，氧气多少？好，我氧气129，你呢？好，129一样。好，那我们撤了吧，好不好？哦，他会关我手电筒，好烦哦。我进去观察一下这只。走我这里，走我哎哎，从哪里出去？冲！我找不到路出去。冷静一点，冷静。你那边。这里。我这个方向。好，没事。再检查一下，这里有一个荧光棒吗？不是，这个是它原本的东西。好，我们幸好我们把船趴得很好。好，我们先上我们的船吧，不要上错哦。好，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找到失落之河啊？我们贴着海平面走好了，好不好？你出来了吗？出来了。你贴着海平面走。好，失落之河要往哪里走？我们就沿着海底走吗？看有没有路标啦，找一下。沿着路标走啊，好啊，就沿着路标走啊。应该越多脑膜炎的地方就越。我就觉得这里蛮危险的啦。哦呦喂啊！还想要在这里盖家、啊，我看你是疯了。我可以盖上面一点，但真的不要盖在这里。这绿绿的是什么、啊、毒啊？哎、欸，我们已经到有毒的地方了、欸，这是毒吗？我下去碰碰看看有没有毒。我猜有，有吗？臭，没有啊，毒色，没有，没毒，他没事。还是这个就是失落之河啊？这里应该就是了吧？是吗？我也不知道、欸。它像是池塘，哎、欸，它是比奇堡，海底下的海，是吗？哦，哎呦，中了，海中之海，它有条路是往下的，你要往这里走吗？肯定要的啊。哎、欸，这已经没有什么的，哎呦，那什么，都是这个颜色哎，而且软呢、欸，对，这是脑吗？扫一下，变形虫 ，OK， 看一下叫变形虫啊，这是一种简单无意识的生物。可以砍吗？哎、欸，我们的船！哎、欸，你小心！
我们往前，我们往前开了，我们往前开了。这里是失落之河吗，爸爸们？哎、欸，好像是。它是可以冲下去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是失落之河吗？爸爸们可以帮我留言一下下吗？我虽然有做功课，但是我没有做这些，这可以下去吗？哦、啊，有毒，有毒，这里有毒，好毒！不要碰它。然后这个是不是变大只啦、啊？这看起来像是、我知道为什么叫做失落之河了。哎、欸，有幽魂在你旁边。我知道，它叫做幽灵窑，摇起来，它看起来很和平哎、欸。幽灵窑，幽灵窑，它内脏哎。对呢，它是属于凝胶窑鱼的近亲，生活在哦，生活在恶劣的失落之河附近。他们真的是那个，它有毒的肉质，性格温驯，然后以海底下的植物为食，评估不可食用。不能够吃它，不能够吃。哎，很酷哎，为什么海底中还有河、啊？可能是比较重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有这种地方的，就是在比较重的地方，在比较重，比重对比重比重不一样，就很像是你把油跟那个放在一起，油水分离。对，油水分离。我们直直的往前好了，这里感觉会迷路哎，而且这里有植物哎，我们把家里盖在这里，我们把家在这边盖家啦。前面有，前面有那个。遗迹，那根长长的管子是什么？哦、这是什么？哇，这是外星人博物馆吧？哎呀，好大！这是利维坦，这一定是利维坦了，好大一只。他死了吗？应该死了吧？这已经变骨头了呢，古生物骨架，古生物被那个啊，被外星人抓来这边研究，抓来研究。哇，我看一下下，看一下下。这具骨骸有上百万年的历史，它是来自一头肉食性的动物，它应该比这个星球任何生物都还大的许多。海洋供给无法给这个庞然大物足够的营养，甚至比任何的利维坦都还要来得大。它是远古巨型利维坦哎、欸，哎呦，你可以游进去，好大一只哦！哎、欸，幸好这种生物没有不存在了，不然我看到我就吓，哎、欸，这又是另外一种蟹爪爪。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生态域哎，我想要住在这里哎、欸！外星人感测器，这也可以扫。我怎么扫起来有点怪啊？你可以扫这个吗？哪一个？哪一个？有了，我在扫它了，扫到了。外星人传感设备，这个外星人感测器朝向古生物的遗骸，表明这个前哨部分是为了研究这个哦，所以外星人也在研究这个骨头鱼。刺头鱼，刺头鱼，它是圈圈鱼的，它是圈哎、欸，我们可以抓它吃哎、欸，会不会它可以喝啊？抓它，抓它，抓它！它可以，它可以，它可以抓来喝吗？我抓了一只。好，我们等一下也多抓几只，搞不好它是深海底下的圈圈鱼，就是深海底下、啊。我把它吃了，看错了。哦，好吧，那我们继续游，我们继续游。好，我们继续往前好了。好酷哦！我们刚刚从这里进来的嘛，对吧？哎、欸，对，继续往前。前面有一个设施、欸，哎，他们的那个啊。他们的那个研究设施，研究的，对对 对，他需要东西才有办法进去。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机器，有这个机器代表需要东西才有办法进去。哦，橘色的钥匙，后面找到那个。哦，它是一连贯的剧情啦。啊、哦，难怪那边会有橘色的钥匙。哦，这里面一样没有气，我们还是要把船开进来。你肚子饿不饿啊？有点小饿哎。我也有点小饿。怎么办？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抓点东西吃了。这里是不是坏掉了、啊？外星人基地应该都要有那个的。就要有那个隔离的那个，好，这里有一个他们的终端资料，看一下下。该终端资料包含当地动物繁殖的方法的大量方式，该星球的动物群体巴拉巴拉进行什么东西？哎，这里是不是那个啊？哎，我要来扫他的骨骼。哦，这里就是在研究怎么繁衍生命，是不是啊？对，这里在研究怎么繁衍生，然后你看上面这里有 bug， 他没有给我们那个奇怪的那个绿绿的东西。哇，还来好多设备哦，然后这边有蛋蛋，对，上面的东西都不见了。把石板还来，把石板还来，这没有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哦，这游戏没有创造模型，这还有骨头哦，你刚刚扫过了是不是？对，我扫过了，三个骨头跟植物我都扫过了。好，我刚刚又拿到另外一颗蛋，啊，他们是同样一种蛋哎。好，我们先上我们的船，然后看一下上面写些什么东西，好不好？来，好酷哦，今天整整满满的冒险呢。当地的一些植物标本被小心的保存在，所以这些外星人不是住在这里的外星人呢？
他们是来到这里，然后也在研究这里的外星人。哦，我懂意思了啦。哦 ，OK， 所以他也是外来种，对，他也是外来种。对于这个星球来说，他也是外星人。哦，好，我们探索完他是外星人。嗯，我们探索完所有的失落之河了吗？这里好像可以走，我们走这个洞窟出来。所以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是外星人，然后也有另外一批叫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上，然后我们是来到这个星球外星人，对，我们是外星人、啊，没有，我们是来拯救。你知道这个故事剧情，我大概越来越懂了。我们刚刚是直直往前走嘛，对吧？这是往右转看看，我们是来拯救上一批来的阿罗拉号，是一艘不知道是什么船，商业船，什么声音？是一艘商业船，然后它有个任务是来拯救，好几年前降落在这里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比较旧的一些设施，结果我们来的时候好大的骨头，然后我们来的时候又被打下来了。这什么地方？好大只哦！哎呀，蓝蓝的，高密度有机生物还有化石遗骸，好多化石哦！这可以扫吗？扫扫看好了。底下有那个，底下有什么？哦，奇怪，我还听到那是什么？有东西来了！什么东西？你远一点点，是我刚刚遇到那只，要不要扫一下下？他在哪里？我没看到。好，你人现在在哪？哎，你怎么不见了？你人跑去哪了？哦，我看到你，我看到。哦 ，OK， 不要不要，正左边那边有一只。好，你可能没看到，它是一只很像幽灵的东西。我游过去好了，我游过去。好，不太确定。我在你旁边。好，你不要开船过来，我觉得他会把船咬烂的。我没有要开船。等一下。不开船啊，把你人咬烂没关系，船不能坏。对，船不能坏，船坏了怎么办？我先游进来。这可以扫生物巨型遗骸。他在看我吗？哎，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哎，有人要咬你哦。你看到了吗？红红的那边。哇，又一只。这是要游掠者。好多！我在扫。别动啊！我快扫完了。扫到了。有猎者，他就咬我们的船了。阿倩，你的船，我们的船被咬走了。No， 我看没有。好，你快去咬你的船。然后我进来了。我去扫一下他。这什么东西啊？他来了。哇！我被咬了，好痛。我先跑，我先被咬，我要死。我看到大只的那个，你是不是那个嘞？对，我去扫哦。好，你小心，他会攻击你的船哦。好，真的吗？使用一下补血包。我们要不要先略过他？我们先略过他啦，阿倩，我们先略过他啦。真的吗？我可以扫他呢，我现在有个很好的位置。好，你扫扫看。我来。我不太行，我刚被咬一口，超过50滴血哦。先跟你说。没关系，我蛮行。扫不了他哎、欸，要不要扫他的头啊？哦，可以。幽灵利维坦少年帝，幽灵利维坦，你扫到了是不是？快了，有了，幽灵利维坦少年帝哦，这还不是成点？好，你先上来，我们等一下赌，我们先略过这只，继续往前游。哎，你想想看，又这只会不会是也是一只幽灵利维坦，只不过是就是成体啊？好，我先往前开。好凶哦！我们沿着旁边，利维坦旁边啊，对，我们，你说住在他旁边吗？他把我们基地咬烂吧？要打就来打，要战便战。他会把哦，这里好漂亮哦！这里多少米啊？700多米。这里700多米。前面洞窟可以继续往前走，好多骨头哦。这里好漂亮，你也说得出来，就是有点危险。然后有点，对。就是有失去的。你吃点东西，你有没有东西吃啊？我刚刚吃了一个。我这里一路一直往下哎、欸。你吃了一个什么？我吃了一个那个塑料东东。啊，我没有那个了。那，这里又在往下。哎、欸，这里有外星设施、欸。等一下，我们先找东西吃，我们先找一个我们适合盖地方的东西吃哦。好了，好不好？我们继续往前，右边有一个设施，先记一下下。前面蓝蓝的，然后这里有一个骨头，我扫一下。你看看可不可以抓一些水里面的鱼，然后直接吃了它。哦，这才是利维坦。
刚我们前面看的都是远古遗骸。哦哦，哇，这利维坦有脚哎、欸！这利维坦有是海龙利维坦，对，海龙利维坦。这利维坦有分成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利维坦。哎、欸，这边好像外太空哦，银河的感觉、欸，嗯，冒着绿光哎、欸，蓝光，蓝光，蓝光。嗯，哎、欸，这里的水颜色不一样哎、欸。对啊，哎、欸，这边再下去就超过900了哎、欸。哦，要可能不能那么深。那我们把基地盖在这个山丘上好了吧？我们把基地盖，这好漂亮哦！哇，等一下，它不是山丘。你靠近一只，我看到了，它是一棵树，好大一只啊，好漂亮哦！我们盖在这里好不好？不是不是，重点是能不能盖，而且我现在画面超白的，超美的。好，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建造好了，我把它盖在这里。我先确定一下，你有看到一堆怪物在上面吗？这些不是怪物，他们是很温驯的那个。幽灵，对对对对，你有看到、哦？有啊有啊，很可爱哦，很可爱。我看看可不可以盖、啊，可以耶！阿仙、啊、这里可以盖，阿仙这里可以盖，这里可以盖，这里我们围着树，我们围着树住好不好？哎、欸，900米耶，900米 OK 啊，建造中。哎、欸，你树有没有扫？树你等一下，我们再扫。好漂亮哦，我们的新家。我要来扫了，生命之树。可是这里要用什么能源啊？完了，我哪知道？生命之树，哈，这里没有太阳能吧？没有，我们有核能反应炉可以做。等一下下哦，我要先做那个舱门，把舱门做出来之后，我们要做那个，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充电啊？这里应该没有太阳吧，对不对？怎么办啊？现在这里没有太阳啊？没有啊，也没有地热呢。哦，那边有地热，太好了！这里有地热，这里有地热。那怎么接过来？你要怎么接过来？能源延展器啊。哦，好热，好热，好热！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游远一点。哎、欸，我要去找一点垃圾。好，你先去找一点食物吃。你先找一点食物吃。我先把我们的基地建造出来，好不好？你不要造太深哦，900会爆裂哦。欸、對，我需要磁铁矿跟钛。还有气凝胶，完了气凝胶，我没有气凝胶。我先这样找了，我们先游出去，然后把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源，我们先把那个，等一下我要做好东西，先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先丢在这里，好不好？信标丢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我还会记得路，但它应该就是一条路一直往下，这叫什么？这叫世界之树，这样子，确定？好了，这样我们有世界之树。OK， 好，那我们基地先盖这个样子，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了，好不好？我们先离开这里，好美哦！我等你这句话等了30年。好，我们要速速的离开了。哇，我剩8，你剩8是不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完蛋，那我们要快点，，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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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没有任何的食物。我记一下，我们要怎么离开哦？走这里，然后我们刚刚右转有一个外星基地嘛，对不对？来 ，Go Go Go！ 我水分也偏低，我们就速度快快离开吧，好不好？食物的话，我们之后种东西，我们之后在水底下这边种。好，那我们是走，可真是求之不得呢。我们是走这里，这边有一个外星基地，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外星基地。然后下一集我们把一些至少可以让我们生存在这里的一些生存物资带过来，然后绕过来这里，幸好这里有地热，所以我们在深海底下就可以地热生存。然后游上来之后会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空间，这里有骨头，我们叫这里骨头区好了，好不好？骨头区，然后对骨头区，然后下面是世界之树区，然后我们只要沿着那个失落之河入口那个地方一路游过去就可以了。幸好我们现在有地标，然后小心这个骨头区有那个超级巨型幽灵利维坦少年体，它也不是成体耶，你可以想到它成体是什么样子哦、啊，它在那里。啊、在那里，我今天已经受惊两次了。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是不是也是幽灵利维坦？它都是哦，有可能。我在想这边都没有小鱼哎。对，我们在水底下好像只能够种植东西，所以我们明天的时候去海岸上一趟，就是去岛屿上一趟，然后采集一些需要吃的食物啊，然后把一些能够盖的东西通通都带在身上，之后我们再过来。阿仙，你还撑得住吗？还有900公尺。你撑一下、哦，谢谢你耶，我剩4了。好，可以的，可以的，你做到，你做到。
全速前进，阿谦。好饿，好饿。那可以，你做得到，你做得到。全速前进，这真的没有小鱼，你不要饿死哦。还是饿到零马上会死掉，还是慢慢扣血？我不知道呢。完蛋，死定！我不想来这个地方，把你的船带回来。哎，我看你穿过那个，穿过那只小小的芝诺。我们来到了深层飘飘球区了。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先捡起来吃。好，那我先离开深层飘哦，我先离开这个飘飘球区哦。哦，我来了。我先离开飘飘球区。你有看到小鱼吗？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现在在深层飘飘球区。哇，这一路一回就是要经过好长一段路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建造两个基地刚刚好。深层飘飘区很多那个。哦，有这边有鱼。好，你抓一点鱼哦，这边有一两只。可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宇宙脑膜，你可能稍微需要小心一点点。当作没看到。对。我的船，我的船动不了了。怎么了？为什么？宇宙脑膜啦。好。船动不了。对，它会直接那个啊 ，EMP 啊。对，它会直接 EMP 啊。刚刚宇宙脑膜还抓走你的船，好笑。不是宇宙脑膜，是那个。那还抓着你的船，好，我上来了，我们回家吧。我 finally 等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等你，我也是蛮渴的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人在哪裡？我有一杯水。好，你人在那里，那我趁你在上来之前，我来去那个好了，我来去那个女助老母，我来去捡捡那个螃蟹的便便，顺便采点物资啦，好不好？钻石、欸、宇宙脑膜瞬间移动，哎、欸，宇宙脑膜强啊！是宇宙脑膜，哎，好，多带一些物资。好，希望我们入口上去的吗？我从入口上去的，上来之后这边有很多螃蟹，然后这边有那个 weapon。这个幸好在我们世界里面，只要不要太靠近它就不会受伤，就还算还好。你就不要跑到它的嘴巴前面给它咬，就不会有事。嗨，我来了。你来了吗？那我也踩得差不多了。我再把一些物资，哟，看到你了。石英捡一个回家。等一下，我的船在他的路上，会不会被他弄爆啊？先开走好了，开走。好了，走，我们回家。下一集，我们来做我们的，哎、欸，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那个独眼巨人号开进去啊？不知道独眼巨人号长什么样子、欸，但需要这么多材料，应该很大吧？它会像阿罗拉号一样大。你要在这边盖哦，你要在哪里盖？它不是要在水平面上才能盖吗？对，也是我们需要从水平面上再把它运下来。我们这样有好多东西要运哦，海沙号啊，还有那一些。可是我们的船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往更下面走了？还会不会有到就900啦？还会不会有在更下面？我们甚至连我们家的平面都没有办法下去，对不对？这怪怪的。所以搞不好我们真的是要先做出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独眼巨人号，那下一集我们来做独眼巨人号。那今天呢，我还没有跟大家说，要是大家今天有点大大的喜欢，可以干嘛嘛，对不对？今天来，大家要是有点大大的喜欢来，你可以帮我们的独眼巨人号取个名字。嘿，独眼巨人号是听久了蛮难听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来帮我们的独眼巨人号取个名字啦，好不好？听到奇怪的声音哎、欸，这一句都有奇怪的声音，好可怕哦！听过没听到就好了，不要管。有听到哦，那是那个啦。我现在突然觉得那个好温驯哦，那个潜伏者在海带区，那个潜伏者好温驯，他们根本是世界上最和蔼的。干嘛？我撞到无形的墙哎、欸，你可能撞到那个透明的潜伏者了。到家了，哎、我撞到无形的墙。哎呦，哦，怎么了、哦？没有，我的水分较低，然后我的角色叫了一声，吓死我，回家喝咖啡。到家了。终于回家了。Finally， 等一下，我在受伤，我要喝咖啡。咖啡。不要再下去了，好危险哦，那个地方。咖啡，快点。哎、欸，那个三颗球长出来了，你。我知道。等一下，我先喝一下下。OK。哎呀，等一下，我先吃点东西好不好？我先吃点东西。哎呀，上面的面包树都没了。上面的面包树应该在长大吧？咖啡蛮好喝的，真的，我好，你可以吃一点，你记得吃了之后要那个哦，要把它给那个种回去哦。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水族箱跟那一些东西啊？好
好像可以哦。好，我先把这些东西用一用，今天的冒险差不多都应该差不多了，然后我来看一下一下我们的球球好了没，有没有长大。有，你长大了，我要多种一点，种瓜得瓜嘛，对不对？来把它放进去，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喝咖啡，喝咖啡，哦，喝到满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吃吃喝喝吃吃喝，种瓜得瓜，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这个球球可以用了。这样子，这边我要把那个上一集我自己踩到的那个种下去。好，通通种下去，通通种下去，有什么种什么，好不好？这叫什么啊？很凶。加布之雨，我种了。好，我这个也种下去，还是种在家里的？没有啦，外面呐，我在你旁边呢。哦，你种下去了，这个苗。哦，有了加布之雨，听到了。然后脑魔术，脑魔术这个有什么用吗？不知道脑魔术有什么用。脑魔术其实它就是海底樱花，它就是蛮垃圾的，是不是？啊，丢掉了。你过来，从我这个角度看，你认真看，它就是海底樱花，真的是蛮傻酷的。对啊，造景，一种漂亮的造，对，造景。好啦，回家回家回家。就是没有办法用来合成的东西都是垃圾啊。Alright， 今天的深海迷航 Subnautica 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Subnautica，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区留下我们新的那一艘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的独眼巨人号，那叫做什么名字，我们下一节见咯， See you guys， 拜拜。